不要再骂主播了，不要再骂了，今天都已经输100多分了，本来就要加班到天亮，已经很难受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昨晚赖神打联盟赛输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从巅峰前十直接掉出了100名开外，并且惩罚自己加班到凌晨5点。本来以为今天前10开始打的不会加班的，结果他妈硬生生掉了100来分，直接加班到天亮。其中最惨的对局当属这一把，赖神鹏乔夫组合被对面的关羽和盾山克制得死死的，气得赖神当场自闭。一级对线关羽刚来到线上就被对面针对，还好凭借走位化险为夷。这是什么？个人能力，懂吗？个人能力，这就叫。不是大哥，你这动的也太他喵准啦！请求集合。没看到，差点被偷袭死。来到四级又因为灰城嘲讽惨遭蓝哥整顿。我怕你他要打蓝，无所谓无所谓，上路拆塔无所谓，硬搞我没有用。九级这波又因为越打强杀又疾跑又大招的关羽被当场反杀。哇操，什么鬼啊！ You have been slain. 他有病啊，这一技能他智能施法真的有病啊，拉到都超秀单杀了，单杀拆二打，真的有病，怎么会反向拉兵呢？真的是有病啊！我真的服了这傻逼智能施法啊！啊，我能不能相信你啊？十级传送到上路拆塔被杀，十二级又传送到中路打架被杀，十三级独自来到对面野区蹲人，结果蹲到四个壮汉又被杀。好了好了，别笑了别笑了，主播打了一晚上没一把正战绩，鼓励一下我，加油奥利给。要赢了！16分钟拆掉对面中路高地，18分钟再拆上路高地。此时对面三路高地全拆，只剩下一座水晶。哇靠！这他喵回去了，翻个龙吧！破三路怎么翻？这把被翻盘，我自杀！经济领先，别浪。我能玩副甲，我大闪，兄弟们，好友位，给好友位。有远方，就有希
不能加好友了，然后加你要给好友位的话，你加一下我吧。好的，我了解。欢迎再绕后，我先听下关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天要亡我，东星耀阳啊！白骨听命。假耀阳！妈的，小丑局，一下就死了。